Hello， 大家早，也不早了，都已经中午了。车后面的那堆沙昨天被他们清空了，所以今天就做了事儿，我的车继续接着改啊，因为后面几天还有任务呢。你看看我今天做了什么？我这里做了一个，应该是做了两个隔断啊，然后采取那个方式呢，也是用前面那个被，就是。变电就是那个逆变器那块的一个设计啊，就是用这种还是这种 L 型的这种槽钢不锈钢啊，做成下面然后那边 L 型的，然后这个板子呢是抽拉式的，这边上了螺丝固定，它就起到一个固定作用。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以后要拆的话方便。这边是放沙发不是沙发呀，就是那个凳子，因为我这个车是七座的嘛，前面三个，然后后面两个，然后还有两个凳子嘛，就把放在这个里面，这样插的放进去。我带着，虽然没有装上去啊，但是带着总比没有好啊。万一到时候有警察的话，也可能好说一些。然后这边的空间，到时候还可以设计一下怎么去装的隔断。然后这边的设计就是昨天有说做的这种抽拉的一个隔断，这抽拉。这倒是一个售货平台啊，比如说那个卖咖啡啊卖啥的，抽拉固定槽的时候做了一个不锈钢的托盘，定上这个形状定制的，这样装上去正好，这个师傅的手艺还不错，刚刚好啊。这是不锈钢的，这样呢可以接水，比如说在上面操作那个咖啡机，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水漫出来嘛，不管是干嘛的吧，反正这上面是不锈钢的，到时候清洗啊也会方便一些，总比那个木头的是吧，总比这种木条，这个木头里面呢有水的话，它就容易泡变形啊什么是吧。做个这个，这就是个售货平台，就是这样的。上次走318的时候啊，有很多箱子呀啥的放到这儿没有固定啊，在360度大旋转的下坡的时候，它会往这边靠，就有把这个水管啊，就是这里上次318那个地方水管给碰坏了，然后那个水管就漏水，导致我当时就没有冷水啊。这样做个隔断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因为这个水箱这块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哈。你万一漏水，我想上次蛮危险的，要是漏水。那这一块水漫金山了是吧，所以说这块还是要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这个空间我后面想一想看能不能再利用一下，可能利用率不高了吧。然后这个板子有点狼，估计后面还是需要做一个支撑，这样做一个支撑，或者在下面拉一根筋啊，把它一个固定，这样它就可以成立了啊，这样子。哎呦，休息一下。哎呦吼吼，应该这个大头就应该做完了，哎，车子改的应该改差不多了吧，后面应该是第二步改善应该就差不多了，后续再看需要怎么完善吧。然后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还是离职的那个事儿哈，好不容易这几天没怎么去想啊，但是家人还没说嘛，今天早上我们老婆说我们家小孩已经猜到了，因为昨天晚上去接他的时候，那其实傻子才猜不到是吧，我天天去送他，然后去跑步，晚上又给他送饭是吧，晚上也去接他，他会奇怪啊，为什么我一直在家里面，所以猜就猜到了。所以他昨天晚上偷偷的去问他妈啊，问说我爸爸为什么一直没上班，然后我老婆就跟他说了啊，就说离职了呀，辞职了，就这样。所以今天早上我送他的时候特意就问了一下就关于他知道了后怎么看，我看了一下小孩儿臭屁不懂事，他哪知道离职不离职关系到什么，没有什么那个联想的，问他啥他也说不知道啊什么的，还是糊啊，还是没玩醒的那种感觉，那只能安慰他了对吧，那不是他操心的事儿啊啥的，爸身体不好啊是吧，要他注意身体啊，所以要锻炼啊，就扯这些玩意儿，不会影响他学习啊，就是希望他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再不知道的可能就是父母了。今天其实本来是想跟我父母说的，因为想到孩子已经说了嘛，但是今天跟我妈打电话呀，这两老啊，就是武汉话就钉是钉，国是国的，又发生了碰擦，又擦出了火花，哎，两老又的生气，然后本身那个血压也不太好，身体也不太好，今天还到医院又去做一个什么那个磁共振啥的，哎，所以到嘴边的话又吞回去了，就还是瞒着他吧。啊，今天晚上应该是上夜班，他还问我今天过不过来吃饭。哎，我说不过来，我说减肥啊，在减肥，然后就跟他说了血压的一个问题。对，血压还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好，昨天不是说是128吗，今天我又去测了一下，早上刚刚起床血压稍微有一点高啊，142个这个样子，但是一跑完步再回来一量117的74，这个血压值就已经很好了，就是我这几年从来没有量过这么低的血压，110几的。所以把这个好消息跟我妈说了一下，所以我想以后后面可能还是以身体这个切入点和老人说吧，但是最近还是不想跟他们说，他们正好他们也不开心，两个老发生了口角嘛，如果这个事件一说肯定又在推啊，都是你惯的呀，哎，都是你搞的呀，哎，我们那个老爷子老是说这话，烦死的，哎，这个性格不太好。然后今天非常的闷呐，刚刚下了雨，现在刚刚呀又出了点太阳，但是温度就是湿度特别大。就今天跟大家分享，昨天跟大家说的啊，车子洗澡的一个问题，感不感兴趣？湿度80%。84个这个样子是吧，这已经到了潮湿，非常潮湿的，温度是24度啊，气温其实不是特别的热，但是特别的闷啊，潮湿，特别潮湿。然后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车目前就改成这样，应该不太会改了，然后还把前面的这个也做了一个完善，大家记得吗？之前是这个有一个窟窿对吧，因为这个板子啊，这个板子原来用17个厚的板子做到这儿，它有一个车顶上面有一个下降的一个空间，当时没考虑清楚，如果用17个号的板子的话，这上面打不开的啊，这上面打不开。后来我在网上买了一个10个号的板子，但是这个板子呢它是原木的，它不是漆板，所以刷上油漆后这个光泽度啊就没有这个这边的好，我不知道拍不拍出来，我眼睛看是这样子的，它这个有点毛糙啊，是这样子，就是光泽度不是特别好，但是这样解决了柜子可以打开的这样一个问题，补上去比破一个洞要好多了对吧，然后这样的一致性也解决了，就这样买了两辆车。我把这个座椅靠背摇下来了，为什么把它摇下来呢，是因为大家记得这次318出去啊，就是澡是完全没洗的对不对，连包括洗头也都没有洗，到外面去花的那个洗头20块钱一次。后来我回来想了一下，我这里有热水啊，这里有，哟，我这里有热水，这里还不是可以洗头？为什么到外面去花钱洗呢？是吧？这有热水，有冷水，为什么不能洗澡呢？那就是一个排水的问题。排水的问题，我这两天思考了半天，哎呀，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能够解决洗澡的问题。这个车呢是一个笔型车，然后自己是改的，它非房车啊，非房车设计。而且这款车我在改的之前我就已经说过，这个改装的理念我就是尽量不破坏它，就不开动，所以我天上也没有开动，没有去做那个太阳能的这个接口。你上面铺太阳能你就必须要开个洞啊，牵个线下来嘛。然后呢车底呢我也没有做挖洞处理，就是不想破坏它的一个车体的结构吧。那既然车体不挖洞，那水怎么排呢？哎，我就想了很久，哎，
我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今天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正好我也测试一下，也不是演示吧。所以大家那个理念要想着，解决问题只要能解决，至于怎么解决的，哎，那再说。好了，不卖关子了，我们开始了。淋浴房，淋浴房，对，有没有洗过？类似于那种小时候用的那种叫什么，这个。这叫什么淋浴那个，这准确是应该叫啥玩意儿，它这个是可以吊在上面的，但是呢我想这样子，我把它固定在天花板上面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天花板上面啊，就用了，就还没有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反正手套上正好有这个东西，就是那个线，捆扎线的这个，我把粘在车顶上面，然后把这个，其实这个啊，把它，这是个钢丝嘛，把它这样固定啊，其实可以了。但是现在是新的，我没有想把它破坏，就是把它破个洞，破个洞，然后就把它憋上去，它就不会掉下来了。现在只是挂上去啊，只是把它挂上去做了一个演示，然后。这里有三个点固定，然后它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淋浴的莲蓬，然后就可以在里面洗澡，然后把这个水管是吧，这个水管呢拿出来，哎，它这里有个洞的嘞，哎，在这应该换个方向，换这个方向来一点好一点，哎呦呦呦，掉了，那就是演示一下吧，那把这个莲蓬拿过来，这里有个洞，那挂在这里，你肯定要问，那排水怎么办呢？这个水排怎么办呢？排水它下面也有一个折叠的，看到没？很好收纳吧？这是一个80×30吧，没有30，可能20来几高的这样一个接水盆，然后呢？它的最主要的是这里有个水管，看到没？哎，把它放在下面，然后把上面的这个装进去。这样，这个接水盆看得到不？来看看，就这个，就这样的。这上雨布，这个防雨布就接在这个，这个接水盆内。这个接水盆其实要是一个30×40这么高的话，就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啊，然后这里有个排水管，这里。下面水管就排下去了，不能随便排嘛，我之前的这个接水桶25升的不就派上用场了吗？这个高度也刚刚好呢，直接把它放进去，这样就可以洗澡了，试一下。今天那个天气特别的闷呢，这个门呢正好把个管子留一条缝啊，不用关特别严啊，反正一般人也不会打开吧，对吧？就这样，引一条缝，那热气也好出去嘛，然后就放在这里了。我准备去脱衣服洗澡了，真的洗啊，脱鞋都在这儿，少儿不宜哦。从这里进来，然后再把这个拉上去，这个拉链。然后这里有个水，对吧？但是不好控制水龙头怎么办？它这个设计还蛮好的呢，这下面有一个，有个手可以把开关打开。其实我想到时候换一个那种龙头，可以
这里有个开关的，一按它就出水的那种龙头，那就更方便，就不用这样把手伸出去。哎，好水了，淋浴模式，哇塞，很舒服呀。我爱洗澡，我爱泡泡，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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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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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了，看看是不是真的洗了头，真的洗了澡了啊！一看，哇，好爽，洗了澡舒服多了。哎，开门，是真的洗了吧？爽吧？我有电热器，对不对？为什么不用呢？再把它拿下来。嘿嘿，哎，这叫。不是解决了大问题吗？你看这个地上面，这地上面没水，你看我穿拖鞋地上没水，这个水它就自动从这里排出去了。哎呀呀，哎呦拖鞋也掉了，这就排在这里面去了。我这洗了个快澡，只用了这一点水，看到没，只用了这一点，只是演示一下哈。哎，爽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后期这上面这个固定的换一个，就牢靠一些的那种，这个只是挂上去了，牢靠的话就不会掉下来。哎，不要笑哦，你们不要笑哦，真的是有和没有是完全两个概念，知道吧？能解决就不错了哈。好了，这就是我的一个洗澡淋浴间，解决了，车上面就应该就全部搞定了。空调也有了，对吧？昨天那个空调也是的哈，那个空调只是驻车用的呀，开车的时候是用，车里面是有那个行车空调的，只是驻车的时候用的，好不好？洗澡也不会是开车洗的啊。好了，拜拜了，我们下次见了，不礼拜，又得瞎折腾。